孟狗湖通所以服班车，本次车只有四节车厢，请自四至八车位置上车，并且不要靠近月台边。
往南京区间车，请您过天桥再进月台候车。最近上大列车请在江凤达门由长床后江铃木班厢再快点九地北往南山乡。北客由机动开往树林的153区间车进入第一月台侧，由机动开往树林的153区间车进入第一月台侧。旅客您好，在第二月南京东号站的。